青青，你终于肯跟我相认了。宇辉哥哥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在闪烁，浮生千万次擦肩而过，疼吗？仲夏重逢的不疼，却是他把一切都告诉我。扰世间，他可真是多嘴啊！会辗转爱恨，从现在起，你不准再瞒我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？见你第一次的时候。你难道会以为我认不出你吗？你可是我朝思暮想之人，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那你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？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推开我？我不想你深陷其中，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把你从这些是非中推开，没想到你又回来了。这一次我只想自私把你留在身边，我只能帮你做好薛夫人，你才可以安然无恙地待在我身边。宇欢哥哥，这次回来我收起了对你的一切情谊，我本来还以为我的内心已经足够坚硬，可是每一次只要你对我好一点，我都会沦陷。父王体弱，穆王府饮食善于御劳，赵律师，父王的宏图伟愿就都要依赖于你了。郡主放心，我定为义父扫清后顾之忧。那我们就去会会这对贼子。义兄，好久不见。这位就是父王心爱的妾室雀夫人。赤鬼阎罗赵力士见过雀夫人。夫人为何与自己的女婿在此房内啊？雀夫人得了好茶，恰来与我一同赏鉴。舟车劳顿，赵律师品鉴一下，润润嗓子。确实好茶，只不过这杯茶太娇贵了。义父，我来迟了。义父，回来的正好啊。见过云欢了，非但见了，我还给义父备了一份大礼。
我按照义父的指示安插了玉环，发现他在你病倒期间果然越发肆无忌惮，他竟然在府外面养了私兵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我已派人混入，只要他一脚踏入私兵营，我就立刻举报给督察司。好个云幻，果然狼子野心。等我拿到玉珏，绝不会让他多活一天。刚才明明听见房内有说话的声音，难不成是赵立士自言自语？我与义父多日未见，不过是多说了几句想念之情罢了。我想义父虽卧病在床，可是近几日府中风云变幻，他定是知晓的。还好有你在，穆王身体康愈，一定是指日可待。哎，我来吧。那就有劳了。将军，将军，私营那边的将士们已经开始吵嚷起来了，您快去平息一下吧。若是督察司的人知道了，这可是重罪啊。备马，现在过去。将军，等一等，你要去哪？我把先前严寻桑缴获的怀王旧部安置在了我的私营，此时或许是走漏了风声，我要去看看。将军要小心。时光提醒，都是注定，临下就该见。